手电筒有没有、啊、手电筒的那种聚光的有吗？没有没有。不应该啊，你这卖灯的话。哦、你找一下呗，我们看一下。对对对，看一下手电强光手电筒。对，强光手电筒，看看有多强。但感觉，但其实，在晚上在池子里，就是还可以勉强。这确实有点太暗了。谁来围一下我？围你，围你，围你！我一点不跟你开玩笑，咱们太暗了。充电的是最好的，因为就我们接的话有点麻烦接。这个灯肯定好用。好用是吧？这多少价格？它时间这个是吧？价格是吧？30瓦。30瓦的，250块钱一个，定期可以达到7个小时。这是插电的吗？对，它用电。这个就是没有那个那么亮了，是吧？那、no。这个也可以套一个什么？这个套一个灯泡上。有这能灯能关吗？什么？什么？这个可以关一下试试。你要把它关掉是吧？啊，可以。闪的其实还是，你别知道像鬼屋一样好吗？到时候别人进去吓人。要不买这个试一下吧，回去买两个这个吧，我觉得这个反而好用一些，拿人来晃好过定在那儿是吧？这个能怎么卖啊，老板？啊，这80块钱一个。我们也拿几根便宜点呗。30块钱一个吧。哎，你这砍，你这往死里砍啊！40吧，砍个对半。40好吧。50块钱一个，50块钱一个，我拿10个，老板，我拿10根。这个呢，你要把它列充足，列充足的。几个？2、4、6、8个。行，就八个。行不行？50，老板。10块钱。嗯，转了，你看。好了，干脆的很，老板。我拿6个。行，不用袋子，老板。不用袋子了，老板。行，我们拿着就行。老板走了啊。好嘞，好嘞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老板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